我想让您找个伴儿。我想找啊。你们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爸爸，你晚年幸福了，我当儿子也跟着高兴啊。可这我这颜值，他找不着合适的，一般人配不上我呀。大兄啊，你有这想法你早说呀。你看这个姐姐怎么样？你看看这大妹子不错，哎，又年轻又漂亮啊，那人能看得上我吗？哎，爸，您得自信呐。对，您别忘了，您这么多年了，不是一直靠颜值吃饭吗？对，您这颜值没问题啊。我把您的情况跟人说了，人女方非常满意啊。是啊，但是丑话可说前头啊，女方也有个缺点。什么缺点？爱干净。爱干净能算缺点吗？哪个女人不爱干净啊？哎呀，爸，我看她跟您在一起不合适了。怎么呢？您看，您天天养个大公鸡，这满屋的鸡毛，对吧？到处都是鸡屎，人家能跟您在一起过吗？对喽，大叔啊，你看啊，这边是您的这只鸡，那边是您未来的老伴儿，您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喽。鸡，老伴儿啊，老伴儿，鸡，老伴儿。喂，王阿姨啊，您到小区门口了？好好好，我这就接您去啊。你看说着就来了，我给您介绍这王阿姨到小区门口了，我去接去啊。你不能去啊，你去不合适啊。按你们警察的话说，这得当事人去啊。这您去，您去。儿子，哎，媳妇儿，到小区门口跟我接你后妈去。走走走。哎，大哥大哥大哥。还有我呢，你这人太坏。哎，就你不能去。别呀、啊，你去准坏事儿。不是，收拾那只鸡。走走吧。我天哪！老妹儿啊，啊，谢谢你，我这会儿觉得特别放松了，是不是呢？找回信心了，感觉。加油！你的超市不忙啊？那不是我超市，那你干啥的？相亲的。你也是相亲的？啊？你这么好的条件还用相亲？啊？我条件好吗？多好。嘴真甜，现在看你，我觉得怎么还有点小帅气了呢？哎呀，老妹儿，你个相亲的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那个大米来了，你俩接着谈谈啊，好好谈，好好谈啊。哎，老大，你俩谈啥呢？谈恋爱呢。谈什么？不是哥，哥。我可以把手拿下来，但是你保证不吵吵。怎么回事？那个男的吧，是来跟我相亲的。哥，你知道的，我有相亲恐惧症，所以我就找嫂子帮忙替我相亲，万一人跑，我再单线联系。你说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不行，赵刚子，这么点小忙都不帮，是不是？我俩啥关系啊？你要是不帮我，今天晚上三点还给你发微信，我们俩聊一聊情感问题。行了，哥，还有个事儿。还有啥事儿啊？刚才我一秃噜嘴巴，说我也是来相亲的，相亲对象是你。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行，赵刚子，今天晚上三点视频聊天。事儿？怎么还有事儿呢？不，我没多大事儿，我就是说，嫂子不是在相亲吗？你别紧张哈。哦，这啊，这我不紧张。万一要是被相让了呢？基本没这个可能。
老王大哥啊，你看他这像有病样吗？你这个体格比我这藏獒都好，哪有病？哎，真的啊？就是，我这能是有病吗？是啊，有病能这样吗？你看你这寸头，对不对？不像，这不像有病。对，我要是有病，那马路牙子都能缺钙。就是，你刚才那个样就像精神有病，你这没有病啊。精神才有病，你给我号看看啊，是有个问号啊，对，还有个问号呢，问号吗？啊，哈哈，问号我知道，知道。据我多年的经验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问号什么意思？它就是有疑问。废话，不是你没听懂，我说这个问号有两个可能，第一，你根本没有病。这对。第二，你的病非常严重。大哥，要严重能严重到啥程度？妹子，他这个病是在肺上啊。啊。肺呀。嗯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呢。啊。你看，他的肺，在这儿。啊。啊，你的肺也长这儿啊？废话。这个，他这个肺哈，对，是管喘气儿的。对。啊。来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还要一有病呢，卡住了，那不憋死了吗？没事就憋住了，是不是？这哪是憋死了，这是你给掐死了。我想凉快凉快。凉快吧。哎，谢谢啊。那个，你不热呀？不热。不能吧？这今年夏天多热呀！家里边空调又坏了，我觉得你热。你看你包的跟个粽子似的，能不热吗？我说那个，你干脆你把这头巾摘了吧，别捂出痱子来啊！摘了能舒服点儿，人一热呀，就容易着急上火的。哎，你看你这样是不是就舒服点了？别紧张，放松啊！到家呀，就跟到自己家一样。你吃饭了吗？不吃。哦，那我吃了啊！我一会儿还上班呢。好。哎呀！你真不吃啊？不吃。哦。你就吃这个呀？啊，我天天都吃这个。啊，你多大了？我45了。哎呀妈呀，天天吃这个能活到45也不容易呀。不是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爷爷就天天吃这个，都活到96了，那能吃能睡的。前两天还去里约参加奥运会了。什么项目？比谁睡的时间长。